接下来登场的是张可心。可是他这种蓝色的这个服装在白色平面看起来还是挺好看对，效果挺好的。的。这个女运动员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两只 axel，第二次完成，这个是后内两周跳，其实他是具备这沙霍夫三周的能力的，但是演员这是算起空了吧？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女运动员也面临着青春期的问题。是，她以前，还挺娇小的，又完成了一个两周，户外两周。其实这女单项目，像包括看世界比赛，她整个人员变化还是挺多的。就是能到成年组，就是尤其像女运动员身体发育之后还能够保持在高水平，其实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对，青春期的烦恼真的是运动员的烦恼，也是教练的烦恼。控制不好的话，竞技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其实印象比较深的就还是像俄罗斯的这个梅德韦德娃，还有这个扎基托娃，基本上一个赛季拿完冠军人就没了。对，他们不仅是体重上涨，身高也长得很厉害，然后也要面临着年轻选手的冲击，是是啊。整个今天出场顺序还是在短节目的一个排名的一个倒序出场，所以前几组运动员相对来讲，这个能力上可能会稍稍的有一些弱一点，但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比赛当中也还是说，把自己整个那个节目能够这是一个菲利普的跳了菲利普的两周做了个串跳，加尤勒两加尤勒加这个后内一两周。又做了一个，这个会给一个差的落冰，减一到减三。这到节目后边呢，确实体能还是有一些跟不上的。对。但是成年组的选手里也有从青年组升组上来的。这个张可心，我印象中他好像以前也不参加成年组的比赛，可能也是这个赛季刚刚升上来的。还是在做两周跳，两周连跳，户外两周接户外顶冰两周，动作质量已经不是很高了。躬身旋转，张可心的得分是64.12分。